苗栗县泰安乡泰兴国小31岁廖姓女老师，今天下午1点15分左右开车要到苗栗县大湖国小参加研习，途经苗61县泰安乡山羊窝段，疑因闪避对方来车，车子坠落路约15公尺深的山谷，她受伤难以动弹，用行动电话及传递图位置给学校老师报案。泰兴国小柯姓老师拦下大湖警分局大安派出所巡逻警车求助，大安所长杨朝佳、象鼻派出所所长邱坤荣及梅园派出所所长田文相搜寻定位，会同苗栗县消防局人员下山谷救援，将廖姓女老师送苗栗市大千医院，她颈部、臀部等处疼痛，医师进一步检查伤势中。应片苗栗消防局大湖警察分局提供，31岁廖姓女老师今天下午开车在苗61县泰安乡羊窝段坠谷，警消合力救人。图苗栗县消防局提供。分享。